在我们的传说里，最深、最黑的黑暗里，会生出恐怖的怪物。见过那怪物的人都说，那东西是他们见过的最可怕的魔鬼。黑暗里能生出个啥呀？哎，大哥，啊，这帛书里说的是这个地方吗？哎，你看，这壁画上好多符号都跟帛书上一样，就是这儿了，没错了。走。大哥，壁画上画着一个宝箱。这里面肯定有金银财宝，发财了！发财了！财了不吓死你啊！没吓死就给我滚过来，看看这古语什么意思。快点！哎，什么意思？不要点灯。什么玩意儿？不要点灯。不要点灯。这里这么黑，不点灯不直接死这儿了？真的有怪物！真的有怪物！净说废话，胡说八道的东西。接下来路不用你带了。怪物就在这里，怪物就小向导，你老是在这待着吧。走，哎，别说欺负你啊，给你留盏灯，待会儿啊，好能看清怪物长什么样子啊。怪物，什么声音？大哥，要去看看吗？先别管，这里太黑了。你在哪儿？哎，大哥，我这火有点不对劲。你们走慢点，我看不到你们。老丁，你在哪儿呢？我怎么看不见你？大哥，我就在你后面啊。你们是不是没点灯？点着呢，啊！那我怎么看不到啊？听声音很近了，看到了吧，老丁？啊，这儿呢！哎呦，离这么近，怎么就是看不到你们？这里的黑好像能把火光吃掉，跟紧点儿。Ah!
什么意思啊？不要提他。我叫张海克，生活在尼莱斯小镇上。这个女人叫秦燕，你以为我会跟她发生点什么不可描述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她的故事以后再说。我先讲讲我和张念的故事。我们都是张家人，家族有个传统，年轻的时候都要外出历练。张念的父亲在一次探险后死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一直讳莫如深。看，这是我，帅吧？这个人就是张念，丑吧？我又赢了！你干什么？你干嘛故意输给他？看他口袋。没想到在这个小酒馆里，我们竟意外有机会一探究竟。家伙，老家了，嘀嘀咕咕的说什么鸟语啊？还来吧。来啊，老头，跟你玩点大的呗，敢不敢？有什么不敢，怎么玩？这些啊，我们全压了。哇，舍命为君子。梭哈，哎，小和尚，你们连爹娘的棺材门都输了吧？等等，我们还没开呢。哼！张海哥，红包子，我们通吃了。别！还有没有？拿出来继续压。哎，劝人赢不劝人输，赌桌上的人要走，随他吧。哎呀，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你说走了走了吧，还捞这么一笔，谢谢你啊，老头。酒保，给我们来两只烧鸡。排场一下。二位兄弟，咱们再赌一把，我愿赌服输。你这兜里什么都不剩了，你拿什么跟我们赌啊？我家还有点东西，我去拿。你们在这等着。哎，我们不要东西，明天就走了。要不身上有什么赌什么。手里摸什么呢？什么东西摸来摸去的？这可是值钱的东西，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要是真值钱了，我们跟你赌。一块破布。哎呀，你不识货。一炷香之后，我会和一个女老板做笔买卖，她给的钱能把这个厂子都买下来。又或者，我就把博叔压到这儿，如果你们赢了，就归你们，好不好？怎么说？走。又输了！啊！哎呀！哎呀！这是哪里啊？
这种不说，一般是张地图。走了。是不是那个女老板？国叔呢？国叔，让两个人抢走了。我再问你一遍。伯叔呢？咱们下套子把伯叔骗走了。嗯、啊、就是那两个，就他俩。好，给我把伯叔抢回来。是、啊、好，你们几个上门口、啊、你们几个放走。快快快快快快让开！快快快快国叔交出来！交出来！小心点！啊！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啊。伯叔呢？交出来。
慢走吧。别杀我，别杀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博士说那个地方在雪山深处，我去过。你认得路？坚持，就这儿。快点！这里也太黑了，怎么连个灯都不点？你们看他这个样子，他就是从柏树上那个地方出来的，那里什么财宝都没有。你们确定还去吧？我不找宝贝，怎么去？快说！说！他会杀了你们！我说，老丁记得那张图，能画出来，照着图你们就可以去。你说老丁会画，你就这么一直画一直卖钱，这样卖了多少张了？刚买你这一份，你知道，敢去这些地方的都是亡命徒，没人知道我是会被打死的。不要抵挡，不要抵挡，不要不要！他都这样了，怎么画？老丁，他听我的。解开绳子，你让他画。不要抵挡，不要抵挡，不要不要！不要抵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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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抵挡，不要抵挡，给我。再画一张。不要再等。为什么？没听清楚吗？让你再画一张。画。给我。不错，一样的。老板，跑了的那两个人怎么办？给前面的兄弟打电报，拦住那两个小子。是。电报大老板地图到手了，我们马上出发去抓那东西。老大，这张地图可信吗？可不可信都没有办法了。看来这柏树指的地方大有东西啊。怎么说？现在出发，我们得比他们快。哎，等等，你不是自诩特别聪明吗？要不是我坚持跟来，我们路上就被他们设计了。我早就知道他在设计我们，我不用跟过来，我都知道。我本来就打算利用他设计我来设计他。你不知道吗？啊，我当然知道了，我是怕你不知道我知道啊。哎，赶紧走吧。我以为你知道我知道，结果你不知道我知道，所以现在你知道我知道了吗？我早就知道你知道了呀。你坚持跟那个女的过来，就对这个帛书这么感兴趣啊？哎，你知道这上面的地方？查反了。啊，这图我见过，我爹因为这张图去探险，回来就自杀了。自杀？嗯，自杀之前疯疯癫癫的，而且有一点特别奇怪，开始变得怕黑了，好像黑夜里有什么东西要杀了他似的。他自杀之前在胸口画了一个图案，跟这图上的一样，这地方叫古洛。古洛？张海克，你为什么？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走心的跟你说点这心里话，
你怎么一点回馈都没有啊？哪怕安慰我一句啊。因为我们对你的认知跟你叙述的完全不一样。认知？什么认知啊？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爹是你杀的。这群狗东西，我像是杀爹的人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个屁呀、啊！我觉得。哎，行了，知道你跟你爹关系好，下面准备怎么办？那张海科，你说说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得去啊，因为我爹是因为那个地方死的，我必须要替他争回这口气，我把我爹死因查清楚。行，这才是你。作为兄弟，我必须陪你走这一趟。走。哎，你说那个女的什么来路啊？不知道，大概率是求财，又或者古洛有什么东西更吸引她。什么情况啊？这不是官道吧？怎么有关卡呢？查的还挺严的，是找人吗？我看应该是冲我们来的。笑屁呀、啊！又要装外国游客？废话！我演你老公不行吗？滚！那些人身上都有蝎子纹身，看来都是那个女人的人。这两个人见过没有？啊？No. So, what's your name?Where are you from? Why do you pass by this road? My, you. I'm Jack. Yeah, he's Jack. We are... I'm traveling. Traveling. Traveling? Yes. Come down. Hurry up. Okay. All the packages should be open.Okay? Of course. Okay.什么呢？我们可以走了吗？行，走，快，我先看着这张呢。张海克，你真行啊，赢的钱全撒出去了，都不知道留点。还好没追上来。下次能不能把英语学学好？知道吧？你是真周全，这装备准备了，这叫一个齐全。
少年，看到雪山了，我们马上快到了，抓稳了。看这位置，前狮后空，这是鬼龙之象。我们要找的古落就在前面的雪山之下了。那还等什么呢，兄弟？走吧，走。接下来得步行了，装备塞包里。张艾克，你不说话的样子像一个人。张起灵，张起灵，我怎么感觉我更像你爹啊？我爹他已经死了。你说你爹临死之前一直害怕黑暗，那他有没有说过到底他在怕什么？我不管他害怕什么，不管黑暗里有人还是有鬼，我都会找出来弄死他。好，走。我刚才看四周风水的时候，发现这里地质结构不稳定，有很多陷坑，掉下去就会掉进很深的地方。走了这么久，我也没感觉到不稳定啊。那是因为表面上都被落叶覆盖了，踩空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不稳定了。这里怎么这么黑？刚才那个洞口我看不见了，我摔瞎了，啥也看不见了。张海哥，你是屁股着地又不是脸着地，只是这里太黑了，似乎能把光吞掉。你点灯。哎，好。海哥，我点上灯了，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了。你听我说，这里的黑暗好像很浓稠，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光好像穿不透。张念。哎，我在，我在。张念。哎，我在。哎，这地方怎么这么黑啊？我怎么知道？等等，怎么了？扔个石子探探路。怎么办？听声音，空间不大，前面应该是岩壁，我们就朝这个方向走。看看这儿到底什么鬼地方。好，张念，又怎么了？灯光穿不透黑暗，离我近点。嗯，那你走前面。张海克，这儿好像有个洞啊。张念，啊，这里有一串奇怪的符号。这是古洛部族的文字，是个路标。什么意思？这里面这么黑，以前古洛人过来肯定是摸着过来的，这就类似于盲文什么的。看来我们找对地方了。啊。他们为什么不点灯，要摸黑进来呢？公卡生于黑暗，不点灯跟公卡有关系。公卡是什么？类似于我们说的恶魔，翻译过来就是凶灯，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哎，你不是说你爹临死之前一直害怕黑暗吗？都对上了。
是，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走，走。怎么走着走着，空间一下子变狭窄了，还得爬着才能过去啊？就算黑夜中什么都没有，光是黑暗本身就足够杀人。我去，说的好有哲理啊，程海哥。长时间处于黑暗中，人就会开始心慌、焦虑、四肢麻痹、全身抽搐、无法呼吸，最后甚至会精神分裂。如果长时间盯着虚空黑暗太久的话，人的内心会因为恐惧产生出奇怪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是人内心中最可怕的事情。这些事情最终会将黑暗中的人逼疯。所以说，永远不要小瞧黑暗的力量。你说的都对，但是我现在确实有点喘不过气儿了，憋得我太难受了。继续。海哥，谁在那儿？张海哥，张海哥，张海哥，怎么了？我给你讲个笑话。说。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爹了。我呀，我不用占着便宜。张海哥，我是不是已经出现你说的幻觉了？行了，赶紧走吧，别在一个点待久了。啊，终于能站起来了。等等，又怎么了？我憋不行了，这儿环境不错，撒个尿去。事儿怎么这么多？你别走远了啊，快点，快点。张念，这里有个洞。怎么又要爬洞啊？我先进去看看。啊，你去吧。你尿完了在洞口等我。谁在那儿？坏了，这就逃了。兄弟，什么情况？尿的什么尿啊，张海哥！
成念，润之，没事吧？救我！你这尿的什么尿？把这里给尿塌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坚持住！你不是说为你爹来的吗？这里马上就要坍塌了，没时间了，快，手给我！轻点，胳膊脱就是。没时间了，张哥，你不许走啊！我还有很多账没跟你算。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的。脱臼，坚持一下。不把你手臂位置摆正，没法把你弄着。让我死了！张大哥，要被压死了！张念，张念，我也不行了。别乱动，岩壁可能支撑不住我们了。听石头落地的声音，对面应该有个平台，离这不远。你什么意思？你要干嘛？腰还好吗？腰肯定好得很。那就行，上面的绳子快不行了，我把你丢过去，你尽量在空中调整姿势，别摔死了。这黑不溜秋的，啥也看不到，你确定我有地儿落吗？程海哥，张念，张念，我去了，程海哥，你怎么过来啊？小子，活着就好。我当然是又帅又优雅的飘过来。行啊你，命真大。你个王八蛋。至于吗？赶紧起来！啊！这里地质结构太不稳定，随时都会塌，我们得抓紧。好像有什么东西跳过来了，正在往上爬。我也听见了，但什么都看不到。是不是又没动静了？好像没了。哎，会不会是工卡？工卡？是想见识见识他长什么样。张海克，你来看。是骨肉的蚊子，但是和之前的不一样。认识吗？入口。
消失的古洛部族就藏在通道的里边了。走吧，先离开这个鬼地方。气温升高，开始变潮湿，我们应该已经在雪山很深的地下了。哎，这有风灯，应该是这些人留下的，看看还能用吗？我爹当年或许也走过这条路。这有两个分叉路口，你左我右30米之后汇合。张海科，你别吓我啊！我是听到你叫我才过来的，我那边路堵死了。刚才那人不是你？你又出现幻觉了吧？我刚才还看到了一盏灯，可能有第三个人。找出来。不用找了，就在那儿。又不见了，那到底是什么？人提着灯不可能跑那么快，有没有可能那东西压根就不是一个人呢？那是什么？工卡？工卡不是诞生于黑暗吗？所有的灯光都诞生于黑暗。工卡是个灯，凶灯怪。那你别进来。来，等等，我进来。包卡外面了。
这怎么有个翻板门呢？这是个单向的门吗？进来就出不去了？回去干嘛？那怪物还在外面呢。不能回不去，我风灯掉外面了，我包也卡外面了，包里有好多火折子，里面有吃的，我钱也在里面。哎呀，必须得找到，这能进来肯定有能出去的机关。好像在这里，我试一下。开了，等我几秒，拿了东西就回来。成念，成念。不能出去，我检查过了，这里就是个密室，所以我们还是得出去。怪物可能在门口，他好像对灯感兴趣。我听见了，那我们一会儿出去的时候别捡灯 ，OK 吗？喊什么？听你的。这是个陷阱，啊！用脚撑住，扎到屁股了。你怎么样？没事儿。放心，我出去不会跟别人说的。说你个头说！先想办法出去。我现在一使劲儿，我快撑不住了。这样，我数三声，保持这个姿势往上爬。一，二，继续。这里面黑漆麻糊的，啥都看不见。我拿灯。谁说那灯没跟着？他没发现我们，先上去。枪声就是这里传出来的。为什么会有个人被吊在这儿？
果然是那个女人的人，竟然用同伴做诱饵。那个女变态女人，佛塔手下可真惨。这人是个猪仔，应该是在本地花钱请的，被当成诱饵。就算怪物的体力再多，也绝对跳不过这么大一个坑。他只要去吃这个人，就一定会摔下这个陷阱，就看他上不上钩。为什么要钓这怪物啊？这怪物很值钱吗？钓这怪物可能就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这伙人不找金银财宝，抓怪物，见怪物不应该躲着走吗？还钓？他是不是没脑子被人给骗了呀？找死！别说，人是凶了点，长得还挺漂亮。要不我抢回去当老婆吧？我多年活不过东方爷，你可别小瞧我，他肯定特别喜欢我。哎，来了。刚才好快呀，那东西什么样？看到了吗？本来还担心一个猪仔不够用，又送上来两个，不是想看清怪物吗？走。老板，怪物掉落的地方就在前面。这下可好了，看戏把自己给看进来了。我们光源和装备都丢了，碰到他们不一定是坏事。这里开始有壁画了，说明我们离古洛的核心区域越来越近。怎么了？我在想黑暗之中我爹害怕的到底是什么。你觉得是这个东西？宁可错杀不可错过，就算不是他，他也肯定吓唬过我爹。我要为我爹报仇。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了，你和你爹的感情很好。前面就是我们布置陷阱的地方了，快走。怎么有这么多血？血？看样子设置的陷阱起作用了，我们成了。流了这么多血，怪物指定跑不了了。你们两个下去看看什么情况。走，快点。走吧。听他们刚才的意思，要把怪物给杀掉。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来猎杀怪物的，装备带得非常齐全，而且他们还知道怪物会被灯光所吸引。哎，死了，好大呀！过去看看，顺便把绳子给解了。这种密密麻麻的凸起，我在张家的时候学过。这种皮肤应该是用来呼吸的。你说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这本来就是一个自然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就会产生出外人无法想象的生物。这种生物原本应该不长这样，在适应洞穴的生活之后，原本的样子，没人知道。哎，
我们之前见到的那个鬼脸呢？不知道，要不你凑近点看看。死都死了，我管他呢。我去，快跑！就是他。是不是走反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先跑再说。快，前面有路，快！老板，有动静！保护老板！别打了，别打了！听我的，陈天火，你们没死？怎么听这话意思还有点失望啊？我叫秦燕，接下来你们打算去哪儿？跟我合作怎么样？二毛，你们是要去抓怪物，我们可是要出去的。你们抓那玩意干嘛？老板要拿它做研究，说它能让人身体变强，具体我也不清楚。巧了，我算了算日子，今天不是抓那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出去改日再来。怎么样，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了？看在条件还不错的份上，答应你，信我就跟我走。什么情况？我撞的，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走，老孙，快点！
这里有很多铁链。这是不是古洛人用来摸黑走的工具？跟着他走应该能走出去吧。张念，看，后面是空的，这是个暗门。这门怎么开？这好像是个机关，壁画的眼睛。哎，很可能是个陷阱。老板，我们接下来往哪儿走？我们分头搜索出去的路。找啊！小心点。张雅克，快来看，壁画上有线索。这是什么？古洛文字，记录的是一位首领的生平。说是在尼莱斯雪山偶然发现了控制黑暗的力量，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利用黑暗的力量四处征战，果然战无不胜，收敛了许多财宝，并建立了一座地下城池，这支神秘的军队就叫做古洛部族。但是首领过于贪婪，运用黑暗的次数过多，最终被反噬了，他变异成了公卡。原来如此，所谓黑暗的力量就是躲在黑暗中的怪物。公卡，黑暗里的怪物，根本不是蓝衣人呀，我爹不可能被那东西吓死。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哎，那里好像有一个出口，但是被石头堵住了。走。这里的山体发生过崩塌。出
出不去了。你说他撞了进来吗？还好他不会开门。但怪物现在堵在门口，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那我们怎么办？在这等死吗？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在这里把那个怪物给干死。这就我们几个人，怎么可能啊？现在可不可能都要试一把？与其等他撞下来杀了我们，不如拼了。把所有雷管掏出来，我要做个陷阱，把他引进去炸死。上，听他的。老板，是二毛。老板，二毛不是死了吗？二毛，别再往前走了，前面是陷阱。二毛，二毛。小心点，刚砸了。二毛。叫你怎么不听呢？二毛，二毛，开枪，把他引到陷阱里。
居然还没有死。那边炸出了裂缝，我下去探路。底下安全，快下来，快呀！殿下。这种女人为什么？为什么搭上自己性命救我一命？你不要自作多情。他的人死光了，他的老板也不会放过他的。没他那句话，我照样干死那玩意儿。这个记号好眼熟，这是我爹留下的记号。什么也没有。我爹能留下记号，说明他到这儿的时候还游刃有余。外面那怪物根本就不是工卡。那工卡到底是什么？怎么现在都没有出现？外面那怪物都这样了，你还想让工卡出来？但愿咱们弄死那怪物之前，工卡不要出现。我想明白了一件事，那个鬼脸其实是古洛人汉上去的面具，面具上的眼睛也是假的，他看不见。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陷阱里，他用头灯探下来。头灯是他的感知器官。没错。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了。先砍掉他的头灯，让他失去感知能力，等他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就能把他干死。
没事吧？没事。我们成功了，也算报了仇。痛啊！哦啊，伤口痛啊，痛，痛就对了。起来，真的痛啊，狗东西啊！这头灯脱离了怪物还缩水了，张海克，我又瞎了，我也瞎了，我们这算是出来了吗？出来了，出来了，我们总算是出来了。舒服吧，你看还有这小凉风儿。爹，这工卡到底是什么呀？你说他们到底要研究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放心，我们会知道的。那倒也不必。走吧。